将八张纸粒和一张一张，再个用纸作为护具，打出一百米的画作。趣味的手作课程，那对老大人的头壳真有帮助，也使让因的枕头啊活动变了更加灵活。感觉心花较开啊！这有一种迄意思啦吼，安尼一丛树啊吼，开花。有太阳安尼照入来，大自然安尼啦，真好啊，心情足好个。老师都好教呢，我念无较水个就好啦。磨豆既然关怀古店，每工拢会安排无同款个课程，不管是手作或者是运动，拢予社区老宝贝学着真济。长辈吼，那普通是差不多够有二五个左右，也是二十几个，看伊今仔日有啥物问题无？伊若说啥物问题，伊会甲阮服务员报告讲，今仔去门诊吼，念伊来，吼几点才会到？今仔个课程个内容就是讲，予因画图、画画啦，吼，也是吼，因有时挂迄个图片啦，家己吼会当用一个挂头壳，对因做好处个啦，吼，反应嘛做好个呢。平时是有老师咧来咧上课，吼，因嘛是足了解，问一下懂，安尼嘛是足好诶。随着人体老化，各项机能拢会渐渐减弱。伫既然关怀古典的用心规划之下，佫会配合年纪古板无同款的课程，希望会使陪伴在社区长辈保持身心健康，享受每一次的课程快乐。咱听新闻台山马道彩虹报道。